彩的主灯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看完了我们精彩的主灯秀，就要请大家将目光转回到我们的湖舞台。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非常多精彩的演出。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一位呢，他除了是我们的偶像歌手，同时他也是实力派的演员，要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。现在就请大家借给我你们的双手，还有你们热情的欢呼声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千文，掌声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千文。Hello， 现在朋友你们好。Hi。记录的低温，可是看到你们我就不冷了，因为你们都太热情了。
刚刚这首歌呢是女力报道的插曲《微笑的力量》，有看女力报道的举手。啊，没有什么人啊，收视率这么好，没有人看，还是你们太冷举不起来？有有有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。